你跟他讲讲话。Hello， 我们要出去拍照。我们要拍一个照，等一下马上回来哦。好，来，全部屏幕关起来，先去外面拍照。隔壁吗？那边墙，那对对，外面的墙而已。外面的墙。1-1好好给郭子欣。你学一下 AM 每天直播的脸，我你要学吗？我要再观，你再直播一下，我要观察一下。没有，
就是不是妈只能用得很薄，我一定学，我一定学，我一定学，很尴尬，我学 Evan 的脸更紧张了，那个唇要唇要再薄一点，不是他不是就会这样，就是啊对，你学比较像人，对不对？真的，嘴唇很薄，他只能很薄，超软。哈哈哈哈哈，你做了。我还是闹吗？我没事吗？好，Evan给我看答案。答案。哎，好，自拍的。你要学吗？有一点也，你在搜，你在。等，你是牛粉，答案给我。哎，很帅啊！螺丝，螺丝，很帅。哎，你讲一次，干毛，牛皮马。很帅耶，他发型很像，超帅耶，你好像罗斯峰喔。来，录一段，录一段。你那个人是好帅，勇士士，干宝勇士士，勇士士，对面杀敌人勇士士。你到底在唱哪一首歌？为什么不打自己的歌？有感冒前兆，你有跟你讲吗？以脸痛感冒。这蓝头发的是谁？有像吗？好，我们要去媒体区了。真真。先好了是吧？而且太美，过来过来，先好了是吧？伟静，粉了吗？伟静先走。啊，那你们先去。伟静、Kitty、Kitty 来。我已经二位有没有？
歌手，算歌手。来做四个，然后后面。好，你们换一下，我先。我来帮你推一个。不要做，不要做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啊。你要做美金，不是你要换一个吗？我来换一个。好了，进了。好了，进了，进了。安静。来，开始。反响还不错，有没有想过来内地？因为很多人都等得很着急。
哦，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可以到各个地方，然后表演给大家看。如果公司有规划的话，我们非常的开放。我赶紧问一下。哦，现在接下来我们还是陆续有开始去像乙伦，然后我，然后还有那个七都有，每个人都有，接下来都有新戏。然后现在在播的有《刺客列传》《仙侠学院》仙侠学院，还有什么？刚播完的太多了。你的那部戏叫什么样？在哪里播？仙侠学院。仙侠学院嘛，仙侠学院在那个优酷上面，你可以看到昨天已经上线啦。对，大家都有。那没播两回。那那个刺客列传呢？对，讲一下刺客的。刺客在搜狐。然后齐将军。现在过到第几集啦？目前要第十，有会员的话可以看到第十二集，没有会员的话只能看第六集。哇！而且我先办会员，所以我也办了，我收会员了，差一半的基数了。对啊。那这一次在麻辣店，我想说是一些特色的东西，我们正想问广州的特色的东西是什么，因为昨天其实来的很匆忙。蛤蟆。我们现在玩过一个游戏叫虾饺啊，虾子的什么？早茶是什么？就是有，就是我看你不爽，我故意敲你毛病，不要，哎，你先来找茬呀，我就揍你，好听吗？喜欢喜欢，所以离开好吗？找茬的，我看你不爽，先走，先走，你是不是很紧张？我们都会报答粉丝，报答报答会员，我们就会报答粉丝，然后报答会员，报答。我们私底下的相处就很吵啊，就是好热，就蛮吵的，不像每天都是那个校外教学。你是因为紧张吗？对，他因为心虚热，他很容易心虚，我很容易，我很容易有啊。他容易心虚，他现在很心虚。长得心虚，然后内心紧，虽然他这样，内心也是虚的。先说一下，会把妹不等于爱把妹，好吧？计划啦，对，今年年底或明年。下一个，一根条状物。
接下来可能会去新马，然后一些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些活动宣传，然后先。还有一个秘密的那个规划，应该在年底就会跟大家见面。然后我们团员也有各自的作品，各自忙各自的事，舞池、戏剧都有，所以基本上下半年的工作还算是满满的。OK， 好，谢谢。都你们在选我，都你。就一直说什么哎，大家说你很会把妹啊，啊你现在什么情况？待会上舞台的时候有在方区里面有个丢那个雨晴丢了一张照片，待会上舞台的那个位站法就站到那个雨晴丢的那个图片的那个位置。亲爱的，你拿好这个，大家要上厕所吗？我们中午要下去了，还有三分钟我们就要去活动会场了。对，你们要让他们上厕所吗？穿越线了，我怕我们线就下来了。把你脸上了，哎，没有哎，你要干嘛？睡觉。先去干嘛？37。那个谁，大家老师，老师那个需要补的，我们赶紧补，我们中午要下楼了。什么样的戏啊？就是你们充电宝的那个戏。啊，我有。补妆的，老师需要，你们有谁需要补妆？没有，我们在观场。何必？我们在观场。现在我们直播继续进行，即将上舞台了，来 ，Ready， 写一下，哎 ，Hello， 哎，如何？就准备要上台，很开心啊，就想要振奋一下自己的那个心情，这样。OK， 同样来自温哥华的，来 ，Evan， 来讲一下，哎，来温哥华打招呼，名嘴 ，Hey， how are you？Fine, thank you. Okay, we're about to go on stage in a couple minutes. 我得五分钟。但是这里是广州，会讲广东话吗？对，我会讲一点点。来，有些粉丝知道我不会讲。来秀个两句。一点点。秀完了。哦，秀完过就。我是好笑了呀！我是开心的呀。好 ，Teddy。哎 ，Teddy。必须的。Teddy， 然后 Teddy 倒到哪里都没有 Teddy 好了，就是来嗨，那等一下跟大家见面了，很兴奋，然后我们自己刚刚团员在休息室里面就是也暖身了一下，那等一下会有很多好玩的游戏，希望就是粉丝们尽情的参与。 OK， 来好，我是来自台湾，但是我很讲的 Ian， 我今年19岁，很高兴可以参加这个活动，是我。想要用台语跟大家打招呼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Ian 呐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有请下一个。跳舞法郎。跳一个，我们来下一个上海的，来 ，Dylan。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 Dylan。来个上海话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不是上海人呀、那也会家乡话吗？大家好，我是 Dylan， 干啥呢？马上要上台了，即将上台。对，咋呢？贼棒，贼棒，特别棒。OK， 丰田。哎，嗨，哎，你还有麦克风哎？嗨，各位观众，你这好像立伟啊，好像立伟，立伟。谢谢，我很开心跟大家见面。哈哈，是那个人吗？哈哈，现在得到这个奖，好开心啊！哦 ，OK， 来明杰。哎，大家好。等一下跟你们见面了，希望大家玩的开心。再见。好了。谢谢。来，我们准备要上去喽。我把它带上去了。就我刚真的没有讲到话。哎，但哦，还有一个没讲到话的。我刚刚闹了一下，就真的没有我了。好，来，待会见。你来讲一下我是谁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好，知道。可以，耶。对，我的吧。OK， 好。好。这个应该可以吧？对。来，走到。Golden Net。
哎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看那个星星？走了。这个人是脸的。然后等下找一下那个小刚，这只宝贝，那可能是比较松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等一下就直接下楼到会场了，你们饮料带着这样对吗？会在那待多久啊？2个小时。哎，你是要合影吗？合影过来。没有，他们要合影一下。那他站后台。出来一下。啊，不是。可以吗？还是到后台那等待一起拍？因为没有那个没有后台，那下面没有。哦哦哦，先是跟记者合影。对对，一下子就好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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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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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可以把我当公主吗？可以，不行，好吗？就一张，就一张，好吗？好了，快点，集中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对，来一排，可以排，是不是？好的，好。这里，这里，一道。这一台，这台，这台。对，芝麻街，芝麻街。好了，一二三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好。哦，那个那银榜，那个再给你举，因为我们再来，再接电话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就要去活动会场了，准备要跟大家见面喽，好紧张。现在大家心情都非常紧张，因为而且很兴奋，第一次来到广州，男孩们都非常开心。哦，在这里吗？会不会太挤？要不要出去外面比较好拍？因为出去外面你们不要走。我要这样拍啊！哦，微信脸超硬，硬吗？超硬，硬汉脸。看一看大家脸，这么近还是这么帅？帅，就他帅吗？啊！不要选一个，只要我们几个人都掉到海里。好，来。记者最爱问的问题，记者最爱问的问题，假如我们都掉到海里，你要先救谁？你只能救一个，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，一定要选。我已经吃软面，吃软面开始游了，是吧？好，来进来进来，这是客厅，不要进来。怎么不又换了一台电梯了？真正的直播一点，一直在直播。我是说他自张艺谋，对对，直播自己。他直播自己。不要。直播小公主。你在拍我吗？对啊。现在上了一楼，一楼在做好准备。用力舞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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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大家好，我是Steady。你好
我们第四张专辑《Bottle Fire》已经发行了，然后这次有三个版本。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版本？都有吧，闪亮版、猎火版还有粉红版。然后里面的歌都听过了吗？听过。好听吗？好听。没错，这张专辑的每首歌都非常好听。自己讲哦，哎，超好听的，好不好听？好听，没错，这张专辑真的很棒。对，这张专辑的曲风很多元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我也相信我们的第四张专辑也是制作非常完整的一张专辑，对不对？哎，没错。那今天来到现场呢，除了有我们好听的第四张专辑《Boys on Fire》，同时呢，我们在搜狐视频上也有一部非常热播的剧，叫做《刺客列传》。没错，那么在每周日、每周一以及每周二，我们都会定时更新。也希望现在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 special。那关于我们的这个《刺客列传》啊，我知道在这个片头曲和片尾曲是由我们两位成员所演唱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他们分别是 Dylan 还有 对。那自己也上自己所参演的影片，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？其实就是很开心，就是很常有人问我你比较喜欢唱歌还是你比较喜欢演戏，那这次就是两个都有同时做到的，所以我非常开心。对，因为我们俩从专辑《游侠》开始就有合作，然后之后又一起唱一首歌，觉得很开心。所以说合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了，对吗？对。好的。等一下，你也有演刺客列传不是吗？对，你忘记了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好像有演的，我在里面饰演是骑士卡，对，就是负责进去打架的。那我们 special 当中是有五位都参演到了我们这部影片当中，那接下来呢就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参演的一个角色，好吗？有请我们的武进，武进参演的是。我在刺客里面饰演的是玉清王这个角色，然后昨天好像已经更新到16集了吗？才12，好，还没更新，下一次更新的话我应该就会出场了，对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还以为你没有演，喂，看不出来对不对？那个大胡子，那我形式很值得期待，他在戏里面的造型，大家期待一下，很像他叔叔。所以说这部剧也是给我们各位粉丝朋友们带上了很多惊喜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丰田也有参演对吗？是的，我的角色的名字是启坤，是今天我的皇帝，这个横屏不了哦，因为横屏的话就不能保存了，真想要自杀，谢谢。好有趣的一个介绍啊。好的，那我们除了有非常好看的刺客列传，我听说在我们几位当中呢，也是有新作品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，对吗？那大家是有在演一些什么新剧吗？我昨天有上线那个《仙侠学院》，在优酷上面已经上线了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。好的，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定会全力支持，对不对？对。好的，那今天在现场呢，我们是有九位成员来到现场，还有我们的陈翔、洪正，这个不能横屏哦，如果横屏的话就看不了回放了。但是在接下来的这场见面会以及签售会当中呢，我们都会一一与歌迷朋友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接触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与关注。今天来到现场呢，我们为各位粉丝朋友制造了很多面对面互动的机会。那接下来呢，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环节，就是我们的猜歌名游戏。这里呢，我将会选取五位 special 的成员，在现场演唱几句我们所发过的歌曲里面的几句啊。那现场呢，如果有粉丝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歌名的话，第一时间的举手示意我们，那么将由我们的 special 成员亲自的把您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方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那么首先就让我们有请出韦静带来第一首歌曲。所以我是举手要猜我唱什么吗？您可以先唱，然后让我跟朋友们举手来猜一下。我就唱一小句而已哦，不会唱到歌名。那你们要猜是哪一首？
而且我们不一定唱这一张专辑，我觉得我们唱完历届以来的所有歌曲，你们要全部听过，你们才知道。所以我唱到一半，他们如果知道就可以举手了。对，没错。来啊，我们可以举手吗？不可以。每天每夜每个瞬间，只想和你永远在一起，我只想和你。飞机那个字幕的字。哪一个最快？点到了，这位来到我们的台上。现在直播终于开始，然后我进。是哪一位违禁？哪一位啊？是这一位还是这一位？你们隔空猜拳，石头剪刀布，你赢了。来，恭喜恭喜这位朋友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先猜啊，先猜啊。你要怎么上来？你要打到上来吗？这边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带一下，在我们的左方，对，是你们的右侧啊，通过你的右侧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的。你直接爬过来就好了。太没有出路了。你知道答案吗？会不会你上来答错？你太矮了。在这边是吗？那我们前方的那位朋友也可以小小绕出你的通道，让我们这位来到舞台上。红啊！来，抓紧时间。我们这里这边有楼梯的。要很有把握才能举手。你够安静了吗？麦克风。是我很紧张，好吗？那是你面对前面，你紧张到包包都背反。我给你提示，这是这一张专辑的新歌。你答错了。要不要再给他一次机会？可能他现在有一点点紧张。英文歌。你答错了。它有一点关系，就是这首歌其实跟我的名字非常像。对，这首歌假如翻成中文的话，可以讲成哎一轮一轮这样子。一轮一轮，哦爱一轮一轮的不停回荡。Mary， 对啊，答对了，答对了哈，以后知道答案才举手。要很有把握才举手。来，这位各位朋友，先到我们的舞台旁边小坐等候哈。来，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，有请 Dylan。嘿嘿，来了。嘿嘿嘿嘿嘿。在。刚好，我唱随便唱一句吧，比较难，我觉得。擂台里叮个叮个叮当，宣告我荣耀的胜利。最有把握才举手哦，非常有把握是不是？那我们请一位歌迷朋友来到台前，就是他呀，就是他是吗？来，这位美女，有请你从我们的右方，你的右方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。哎呦，我好开心，参与我都是。标准哦，雷达真的快，很准。那么，来有请您来我们的舞台这边。来，接下来我们送上第三首歌曲。送你一个笑，笑你好朋友多耶，现在的我心里耶。姐，有看到谁吗？这一点。太多都知道答案了。白色相机的，对对。白色相机。现在都恨不得自己的相机变成白色了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位歌迷朋友，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
知道是哪一首歌吗？爱的不加难。哎，没错。来，江浩，来，恭喜，邀请你来到舞台左边。接下来，马上奏出下一首歌，林杰。哎，我这个有点难度哦，我不唱这一首的歌，猜猜看。就陪我微笑过了寒冷。我看到那个镜头在这那位，好快啊！我刚看到镜头在这，镜头在这那位。好，你站在台下大声的，大声讲出来。对，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箭头指着他的，对，是箭头在这。有请您来到舞台下，有请这位带箭头的朋友要来到我们的舞台下。好的，接下来是最后一首歌的，有请我们的宫田。好，可以吗 ？OK 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宝贝，你我绝不绝不再其他的爱慕。我明天又要去教啊，跟你旁边那个小朋友谁？我好急耶！是谁知道答案？谁说？你吗？好，答案最高的那位。等一下，答案是，没错，拍一拍，谢谢。非常的棒，来，邀请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方。刚才刚刚的这个猜歌谜环节当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市场里面的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实力哈，那肯定是非常关注我们的选手。台上呢有我们几位回答正确的歌迷朋友，因为接下来的我们这个环节呢，还是需要与各位啊做一个亲密的互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有四位还没有演唱的团员，也将在现场选出四位歌迷朋友参与到其中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还没有演唱的 Teddy 选入歌迷朋友参与到我们其中。全部都是我们的忠实歌迷。是的。如果你等我回来，怎么样？难选的。好的。是吧？那个他说要全部人唱了。好，别选了。怎么想到底是什么啊？喂，直接选，不唱了，直接选。好，我倒数一二三，然后最快把手伸起来的那位，好不好？让大家一起帮忙看，来，一二，我还没说三，再来一次，来，一二，我还没说三，再来一次，三。哦，这个他们太厉害了，我已经选不出来，还是为什么选不出来？不然你帮我选。就是你，黑色外套，蓝色内衬的那个。好，非常幸运，就是你。有请这位歌迷朋友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我刚刚以为你要选那个黑色衬衫、黑色帽子配对我的那个。你说这位粉丝吗？大哥，这位。你说戴帽子这位。我觉得我选你了，跟你了，请你转过来，请你转过来。闭眼睛，你也可以照顾左右的朋友。好，对，这个这边好了。好，就你对你黑色的包包，两个是包包吗？黑白点点那个吗？对，多点的这位，还有请您来到我们的舞台上。我们可能需要让一下下我们的铁马在这边，铁马通告在这边。哎，小心哦，不要那个跌倒。对，注意安全，我们各位嘉宾朋友，还有最后一个名额了，最后一位是，
们找一个齐大将军。齐将军。齐大将。要找上面的吗？搞不好武功会飞下来。对，他们直接就是飞上。飞檐走壁。我们还是方便点找下面的好。方便找下。方便。我想想。好难选哦，对不对？不然挣扎，挣扎，纠结，刚是谁？二十六上下，我选的那个紫红的那个粉丝，紫红的粉丝，好多头上的头纱，紫红的那个，对，说我贴吧的，对，贴吧，红贴吧，贴吧，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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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也要认真听哦，因为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是考验大家反应能力的了。我们在这个游戏过程当中呢，不可以说出带有七以及七的倍数，所以说七、十四、十七这样子都不可以出现。你的隔壁朋友们有没有玩过这样的游戏呢？那现在有没有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？含有七和七的倍数都不可以。到七或者是七的倍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拍掌，但是不念出这个数字来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有请我们的各位粉丝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男孩中间，来走向你们的偶像吧，来选择一个位置。非常幸运来到的各位粉丝朋友，大家要站成一排哦。大家站在我们的男孩每一个中间站一位。好的，那如果各位都准备好的话，一副前的两位要站在我们男孩中间哦。好的，那现在让我们游戏从这边开始好吗？太棒了，太棒！因为我从小算数就不太好。好，那大家认真听哦。好，现在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三、十五、十六，好棒哦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。快一点，是吧？八、二十八，哎，八输了，谢谢，你那么慢，谢谢你，等一下，我要保护我的粉丝，他刚刚二，所以算过，算过。所以说，我们第一轮淘汰的是最尾镜，最尾镜，绝对最尾镜，我先去上海，把头发剃掉，把头发剃掉，对，就是把头发是剃掉，剃掉这这一块而已。OK 的 ，OK 的，好，来，我们四人的院台下一起选的话，来，有请伟静先到我的身边，稍作等待，来，让我们游戏继续。乳蛇区，对，乳蛇区，对。刚刚是从哪里断掉的？我们这位粉丝，二十，刚刚二十八段的。好，那我们继续，二十九，二十九开始，二十九，三十。五十区，你们离我们远一点。小心，小心。还没有反应过来是吗？来，让我们游戏马上继续啊！同样，我们的速量加快一点喽！转着转。好，是不是有点慢了？哦，但是你的偶像已经击掌了耶！好吧，来告诉我们的速。好了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吧？哎，你们是不是还记得吗？来，他刚拍了嘛？刚拍了，三次拍。然后你是？六八。三九。哦，是不是又错了呢？
46。休息一下。
续续再放粉丝进来，大家进行签名。今天男孩们都还蛮开心的，而且非常的兴奋，可以来这里见到广州的粉丝们。今天从早上从早上梳化到中午用餐，他们呢都很关心呢所有的每一个粉丝的反应，然后呢在车子上呢还一直说要唱什么歌给大家听，然后刚才蛮兴奋的，整天都带着很兴奋心情，要期待的跟来大家见面，尤其这是 special 的第一次的人生的第一次的在大陆的宣传，整个心情都非常的嗨，尤其到了现场更是兴奋不已。当然了，广州的粉丝呢也都非常的热情。Oh,
加油！
Thank you.
快点下去抱我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下去抱我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让他们结束。场的签唱会，也会直播的，我们每一场都会直播的。神翔今天没有过来。
我要在这边工作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一起当公司，那你下去。谁偷走他专辑？小熊是吗？快点，快点，都快了。
是什么问题啊？4点半结束哦，4点半。手机收起来了，小飞机，谢谢体谅。
边的边。还有本队。OK OK， 那这边再。明天也会直播的。是。我现在真的是忙不过来，大家先看着啊。好，我们到这儿结束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明天上海见喽，拜拜。